小石，无论多久我都愿意等你。这城市像一座迷失森林。哥，嗯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替我保密啊。咦，兄弟，什么事儿啊？嗯，不会是跟李默一样出轨了吧？我哪敢呀，我是那样人吗？我，哎呀，不是。我前两天陪薇薇去医院，不是做个检查吗？结果发现是个双胞胎，三胞胎，不会是四胞胎吧？嗯，根本就没怀上。